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清晨5点多，好吧，待会下去要干嘛？先钓这边吧，软竿啦。这边的深度深浅不一啊，有人在咬，好，好。小阿福，天气哦，鲤鱼，鲤鱼，鲤鱼，已经丢了。妈的，鲤鱼，大鱼。那里，那里，那里。那个标点不错，
叫什么东西？哎，要回家了，很热。